吹捧内容多，负面新闻少，是中共党媒新华社制作的内参的重要特点。从大纪元获得的新华社舆情中心制作的《全球制裁风险周报》第12期可以看出，一些对中共不利的重要内容并没有收录其中。例如5月12号，美国国会资深共和党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率领多位共和党人共同推出法案，如果中共不配合，不能就疫情爆发给出完整解释，将授权总统川普对中共实施广泛制裁。13号，川普把去年5月签署的行政令延长一年，继续封杀华为和中兴等中企。这些消息，新华社舆情中心都没有收集在内。而且他制作的海外中共肺炎疫情舆情监测声称，对海外媒体进行了全方位监测。但这份严禁外传的所谓内部资料，大多在说其他国家疫情如何严重，而对中共的负面消息只是少数，有些消息甚至被故意忽略。例如5月26号的海外政要及媒体主要观点一栏搜集的都是前一天和中共无关或间接赞扬中共的报道，而一些国际媒体在5月25号刊登的彭定康中国利用疫情炫耀实力及欺负台湾香港这则报道却没有收录在内。另外，大纪元获得的多个涉华经济热点跟踪文件内容多是外界所谓赞美中国经济的评论，和上面提到的几个舆情监测内容类似，较少有关中共的负面消息。另一份对大陆疫情防控及复工复产的舆情跟踪内部文件，则大多在吹捧国内疫情防控形势较好，而对中国企业在复工复产中出现的各类问题却避而不谈。旅美时事评论员蓝树表示，这是中共的一贯做法，那些内参大多报喜不报忧，在海外媒体中寻找对中共有利或者小骂大帮忙的信息。在海外受中共操纵的媒体，他们基本上就是按照这个中宣部下来的这个宣传口径写这种报道，然后呢再由所谓的参考消息啊打参考转载回去，这种就是出口转内销，就是更为恶劣的一种办法。他们也会时不时选择西方世界左派的有亲共色彩的媒体的一些报道。蓝树说，中共的洗脑是多个层次层面同时进行的，年年做，月月做，天天做，这是他们的常态。不仅要洗老百姓的脑，也要洗内部官员的脑，目的还是维护中共统治的稳定性。中共的高层为了保证各级的官员基本上听话，能够跟着这个中共最高的那几个人的指挥做，而且这里面还牵扯一些中共不同派系的斗争，不同派系呢他也分别掌握一些在海外的一些媒体，然后呢不同派系呢在出口转内销的这些新闻的过程中他们也要把对自己派系有利的这么一些消息加进去。旅美时事评论员邢天行表示，新华社制作的内参在舆论宣传上必须跟新华社的报道一致，不可能是两个调子，其实是更细致的一种宣传手法，为的是影响中共内部有相当级别的一些官员，尤其是无法自由获取海外消息的那些官员。中共再跟更高层级的官员，就是说中央一级的，他们有自己的消息来源，更不用提的就是中共还有他的这个军情部门啊，他们有他们个人的情报一个来源去搜一些东西，那是跟我们现在说的这个内参呢又是两回事儿。所以说呢哈，从这个内参呢本身来讲呢，完全是中共宣传政策上的一个自欺欺人的结果。此外，大纪元获得的一批五月份的全国两会网络舆情跟踪文件显示，中共对每一个大新闻的民间舆论都非常关注，除了分析舆情传播热度走势，还列出舆情传播来源，